不要想太多，你这么多时间，你听一下我的歌。那下次你来做 MV， 我没有一次是得到的，好像在自己每个礼拜，我每隔一天我都会抽一次。哦，两个都一定要到场。空降成功，哔哩哔哩前访高能 ，B 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今天呢是特别是承包本期弹幕的王者 Jackson。B 站搜索王嘉尔，哪个是点击次数最多的 tab？A. 王嘉尔名场面 ，B. 王嘉尔搞笑 ，C. 王嘉尔是 Jackie 的唯一。我真的不知道哎。你可以在这里面随便猜一个。王嘉尔名场面吧。会觉得是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叫我乱猜一次。你会在 B 站搜自己吗？会搜自己的歌，就是看一下大家会怎么想或者什么。如果在 B 站搜王嘉尔，会看到很多 UP 主用爱发电的剪辑，还有各种综艺名场面。谢谢 B 站。之前来 B 站的时候，我们的画师给你画了几个 Q 版形象，请问当时几位画师参考了什么动画人物的样子？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位哥的样子。给你点提示。好啊，你给我一点提示。哦，杰尼龟，我画的。上面没有头发。哦，我知道，三毛。作为 B 站 UP 主，你还想分享除作品外的一些什么内容呢？我还是想专注做一下我音乐，因为我毕竟是歌手。在你的入站视频里面，你有说会给大家分享更丰富的视频。我有一个 vlog 的一个系列叫 Know Me， 就可能会在 Know Me 里面策划吧。你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等会儿。我现在可以放在这儿吗？就把它打开，因为打开也要时间嘛。75 years later， 我好久没玩过这种了，哪有时间玩这个？真的没时间，就算有时间也不会玩这个。你想想看，在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团队进来房间，看到我一个人在玩这个，他不要吓死。OK， 开始了。好，我们的快问快答开始。分心啊，别让我分心好不好？无袖背心还是香水？香水。看你今天就好像是穿了无袖背心。对，但是我穿着个外套在外面嘛。你是一直用一款香水吗？一直用一款，我是喜欢这种自然味道的，什么茶香那种的。我最近在用玉龙茶香。你是不是快速了我的歌啊？没有啊。你希望歌红还是人红？我都没有，我只是希望做好的音乐人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就好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某种程度你还是要努力输出的嘛，就不要让你看我在考虑你这个问题，搞到我等会儿。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一见钟情。哎，一见钟情跟什么？日久生情。两个都需要吧。如果结婚只能选一个伴郎的话，选白敬亭还是井柏然？哦，两个都一定要到场。活动是给伴郎设计的。伴郎那天是帮兄弟挡酒的，我肯定会帮他们挡啊。他们要敬，全场都要敬他们，我肯定要让他们开心，但不要喝到他们吐。亲戚朋友催婚，一句话回怼。适可而止，不要搞。如果进入了黑粉群，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我尽量努力吧，我会说，我有哪里冒犯到你们，不好意思。时间到。没有到，我看到你就把手机故意的。好吧。新歌和 Internet Money 厂牌梦幻联动，这次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没有不一样感受，唯一不一样就是这次是跟你 Internet Money。一开始就认识他们，然后就聊聊聊，然后他说，哎，有一，要不要搞一下？那我就说，好啊，好啊，好，那可以啊。然后他说我比较适合唱这种的，然后我就说，是吗？我觉得不行啊。然后他就说我试一下，然后我就跟他就做了这次的合作。粉丝喊话，新歌中虽然和 MV 女主有爆头杀，但想到你在歌曲最后还是爱而不得，他们就好开心哦。你有什么想回应他们的？什么叫爱而不得？爱而不得，我已发达。做乜嘢先？即系你喺 MV 入边咪同个女主抱住个头嘅，喺最后。最后就是得不到啊。那下次你来做 MV， 我没有一次是得到的，好像。新歌在 B 站上还有很多别名，例如《行车规范教学手册》《驾校返利宣传片》《劝学片》。100 ways to leave a lover， 说出你认为粉丝这么起名的理由吧。就他们是正确的，不要这样开车。
但是这个不是这个 MV 的点。这个 MV 的点是哪里呢？我不可以说，因为每次我 MV 我都说了这么多，然后人家才啊，原来是，所以我这次我觉得整个 MV 是有点十个人看十个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我还是让大家去理解吧。那如果让你给这个 MV 起个别名的话，你会怎么起？A.K.A. B 站的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希望你看。哎，这是一个小草莓在击剑。最近有再去体验过搓澡文化吗？没有，我最近在家自己搓。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手套，是可以自己搓的。这也是搓澡的吧？这自己每个礼拜我每隔一天我都会搓一次。之前有说过下半年会发行个人首张实体专辑，在专辑的配置上有什么给 Jackie 准备的特别惊喜吗？先不能说吧，就是到时候再大家就会知道了。那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个小小的剧透，可能现在大家不知道，出了之后就会猜出来的那种。是我第一张嘛，第一张实体专辑嘛，所以我会把它做得很 magic。如果把你目前出的 MV 串成一个长篇故事，会怎么排序和安排剧情？因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串，就是我的旅程吧。很多粉丝也会对你的 MV 有各种各样的解析。别想多，不要想太多，你这么多时间，你听一下我的歌。马上就到七夕了，最后请嘎嘎用手机模仿视频聊天的方式录一句节日祝福送给Jackie吧。Hello。首先想跟你说七夕快乐，然后希望你可以跟你最爱的男朋友或者你老公或者你女朋友你老婆过上一个最 romantic 的最浪漫的一天， OK。 如果是单身的话，那就今天出去跟朋友出去也玩一下，对吧，也吃个饭什么，放松放松放空一下好吗？希望你们给这个采访这个我一键三连。那你觉得你在 B 站的什么种类名场面比较多？哦，不知道哎，我就去看一下大家嘛，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厉害的画画的老师们，然后我也看到小柯基们，有三只柯基嘛，那时候我去了之后，还有一些高层，但是不方便说他们的名字。